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thy 啊，袁以晴。你想好你的暑假要怎么过未呢？最好当然是学多些东西啦。暑假的时候我会开办四个课程的。第一个是 DSE 常规先修班，内容会涵盖9月份新学年的 regular course， 涵盖各个分卷的应试思维和技巧，还会赠送模拟试卷。只要你是即将应考 DSE 中四至中六的同学，都欢迎你报读的，当然自修生也都无任欢迎啦。第二个课程是普通话速成班，我们都知道普通话越来越重要，无论升学就业都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有兴趣趁着暑假时候增进你的普通话，那就欢迎你去报读这个课程了。第三个课程是为 IB 同学而设的，如果你是读 IB Language B 文学或者语言及文学 SL 和 HL 的同学，那就欢迎你去报读这个课程，我们会用两堂时间去讲解卷一和卷二应试写作的技巧。最后一个课程就是专门为大专同学而设，只要你现在是修读 High Dip 或者 Asso 的同学，都欢迎你报读。我们同样是会用两堂去教大家怎样写中文科的阅读报告，以及是以中文为撰写语言的论文的。我们都知道不止中文科的，很多科都需要是教论文的，但是怎样才写得好呢？我们就会用两堂时间很快地去教大家一些重要的技巧。希望在暑假可以见到大家，拜拜。